記者歡迎嚟臨我哋警方嘅案情發佈會。咁今日咧就會由旺角警區刑事調查隊督察梁志峰交代一宗喺旺角警區裏面發生嘅無警同埋刑事恐嚇案件，以及就住呢間案件拘捕嘅一名男子嘅詳情嘅。咁稍後梁督察講完之後咧，咁我會俾啲時間你哋發問嘅，我哋會答兩至三條問題。咁到其時咧，請你哋舉個手，跟住我哋俾支麥你先好講。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我是旺角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七隊主管督察梁志峰。以下下來我將會進行一宗罪案簡報。警方在2020年7月3日接到一名32歲姓李的的士司機報案，只在當日大約中午1時40分左右，在旺角砵蘭街近山東街接載了兩名中國籍男子。該兩名男子上車之後，聲稱前往大埔的慈山寺，但在行車期間，其中一名男乘客因為佩戴口罩的問題，和的士司機發生爭執。期間，該名男乘客自稱為警務人員，及出言恐嚇該名的士司機。該兩名男子事後離去。經警方深入調查後，在今日即是2020年7月8日上晝，在跑馬地將一名23歲姓歐的男子以涉嫌報警罪及刑事恐嚇罪將他拘捕，案件已經交由旺角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七隊跟進，而該名男子現正被警方扣留調查。我想現在是問答的環節，我們會答兩至三條問題，有沒有傳媒想舉手發問？事發的期間咧，就被捕人咧就聲稱佢呢個手持一個口罩，當時上車期間咧就冇佩戴口罩，而的士司機咧就要求佢戴翻個口罩，但係被捕人咧就唔肯，咁就所以有個爭執起咗。至於佢嘅動機咧，仍然係我哋警方嘅調查當中。我有冇其他問題？有啲變，我想問翻多少少咧，有冇話呢一個男人佢點解要報警啊？同埋拉佢嘅時候喺跑馬地嘅時候，有冇話又作出咗啲掙扎啊？係點樣咧？同埋都知道，即係佢喺旺角搭的士連山同嘅司機有一個衝突之後，即係直接入報警啦。咁有冇話即係報警嗰個嘅認罪嗰刑期幾高啦？而家警方會用啲咩罪去拉呢一個嘅男人？多謝你嘅問題。咁佢個動機頭先都講咗啦，咁仍然都係我哋警察嘅調查方向之中。咁至於當時佢喺跑馬地拘捕佢咧，係冇作出任何嘅反抗嘅。咁而無警罪最高嘅刑罰咧，就可以被判監禁六個月。當初佢哋爭執嘅期間咧，係只係用口嘅啫，就冇喐手嘅。至於這個方面，他沒有出示過任何的委任證的。他職業，他報稱是做這個公關行業的，而黑社會報稱是這個公關行業，黑社會背景牽涉到個人的私隱，那我們就不方便向大家透露。好，如果沒有其他的問題，那今天的案情交代會我們